角声社区服务中心是基督教角声布道团的一部分，宗旨是实践基督教的价值观，向社区的新移民及民众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，解决帮助社区各方面的需要。为社区教育的需要，角声于2014年与角声福音广场成立了角声精灵学院，目的为提供社区民众身心灵的多元学习环境，帮助社区民众学习新知识，提升技能，陶冶性情，健壮体能，丰富生活而设。目前共有超过50堂课程，从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周六上午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全天候学习环境。课程内容包括6大类：一、语言类，各程度英文、国语、粤语等课程；二、科技类，各程度电脑、iPad、iPhone 等课程；三、艺术音乐类，插花、绘画、书法、手工艺、古典诗词赏析、歌唱训练班、乐曲、卡拉 OK 等课程；四、运动舞蹈类，健康运动舞蹈、赞美操、动感韵律操、 Silver Sneakers 健身课等课程；五、生活健康类，食品健康营养等课程；六、心灵类，圣经查经班、团契等课程；在这里我认识到了一群无私奉献的人们，他们不仅有教师团队，也有义工团队，因着他们的无私奉献让我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呢，我也积极要求报名参加了义工的行列，服务社区，每天和这一群正能量的人们在一起学习成长生活，让我的身心倍感愉悦，生活非常的充实。谢谢角声给我这个机会表达。